姐，你又买了什么东西？那刚刚那个快递送过来的啊，快递送过来的。好，我们到虹桥高铁站出发安徽。阿奎对我们一路跑，阿奎对我们依依不舍。那必须的，两个人。两个人。现在准备买票回合肥了。激不激动？激动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跟着我来走。可以拍个照吗？拍照吗？在这里，哎，你是哪个国家的？哪个国家的？俄罗斯。啊，在这里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，她一个人拿这么多箱子拿不了，然后帮她帮个忙，给她拿过来啊。剩下的路还是要靠他自己，他要走到杭州，我到合肥。兄弟，祝你越来越好，加油！剩下的路就靠你自己了。来，耶，好，来了。哎呀，你做人真好嘞！看到漂亮的小姐就去帮忙哎。这个跟漂亮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也看到她一个这么弱小的，是不是？让她体验一下，我们中国人都是非常和善、和蔼、和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做人真好。虽说她不会说，会说一点点国标。那个车票没有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，没有到合肥的了，到合肥的只有晚上十一点多的，然后我就买了是明天中午一点钟的，啊，买的票。那怎么办呢？那现在再缓回去，再找个地方住，明天走吧，好吧。啊，要不然怎么办？我真的回去一趟是一波三折啊！我来的时候到那就可以了，结果没想到这边怎么这么难搞。啊，回去再走。回不去你还这么开心啊？回去砸回。又回去砸。回去砸回。不砸回了，随便找个地方，等一下吃点东西，然后住下。明天我们一点多就出发。好啊。好吧。那走，我们找个地出去。要不然怎么办呢？要么你晚上睡这里。哎，可以呀。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晚上就不走了，你就睡这里，好吧？有人认识我，怎么办呢？谁认识你啊？台湾人，谁认识还跑这里啊？你瞎扯！看到我说你那么落魄，怎么落魄怎么了？人生只有落魄一次，才知道身边有没有朋友。你现在已经落魄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开玩笑啊！姐，那就委屈一下，晚上就住这里吧。好。你要下来看看，底下都是小吃，随便吃啊。等一下再说了，肚子饿再说了。姐，今天终于可以回去了，再回不去就尴尬了。三天。在上海待了三天吗？三天啊。哪有三天？两天。走，我们回合肥去。走，来了大上海，没吃到好吃的？有吗？有。好，带你到大合肥吃土鸡，好吧？兄弟们，终于坐上高铁了。坐高铁还是非常舒服，但是挺复杂的。太难了，是不是？经过一番折腾，终于到了安徽地界，到现在还没搞到换乘。今天我带你到这个吴山，这边是最早的一家贡鹅店。贡鹅店，号称贡鹅，以前都火遍大江南北。今天让你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叫做贡鹅。
本来我要带我姐来吃的，她都不干。我姐说她就喜欢吃什么？萝卜。腌萝卜。她就喜欢吃这种面啊、小吃啊。嗯、说对，腌萝卜还有那个什么雪菜。好，到这里这个鸭掌很好吃。不要客气，想吃什么点啊？别跟老弟客气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客气。客气。多少钱？对不对？嗯、听着，随别随意，使劲坐。我跟推荐一款。什么？这个是小的时候我们都喝这个，比啥都好喝。来。这个是酒吗？不是，大窑子啊。不是酒、啊。我吃饱了，你吃饱了没？当然吃饱了。饭要吃饱啊。嗯。那就出发了啊。嗯。今天无论再晚都要回去啊。这开车了，可以自由回家了。好，出发。阿里哥。阿里哥。我去，这边又堵车了，估计前面出了车祸。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安全第一啊！看来回去一趟太难了。是，我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干嘛没睡？啊？你睡啊？你咋知道我们回来了？给你铺床不是，睡不好了。你咋知道我们回来的？知道啊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你说的，我们没有说。我刚才没带好的呀。啊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今晚会不会来啊？我知道啊。知道啊。算的。会算。能掐会算。那白天得好呗呀。啊。我们白天得好呗呀。他说白天在合肥。哎。爸，下一天。哎呀，姐，你在干嘛呢？拔菜呀、啊。这叫偷菜。这个菜还行嘛，在我们这都是这种菜，有机菜。在我们那边想吃这个很难啊。很难。嗯、在我们那就简单，随便吃。随便吃。嗯，到处都是。在我们那边让吃这个难。昨天睡得还行吗？可以啊，蛮舒服的。还有在我们这。还有被子都帮我晒过、刷新过。对呀、啊。这样睡得比较干燥，你要平时在外面睡的那个被子都湿漉漉了，是吧？真的，别弄，你不会弄那个。要家的感觉。对，那个菜你别弄，你不会弄。哎呀，那只配喂鸡。用喂鸡。对呀。干嘛用喂鸡？可以吃，这个也可以吃啊。这个炒起来很嫩啊。嗯，还好吧。菜都不能这样拔的。看要怎么样？不，这刚种进去你就把拔了。这样可以吃。你看怎么把这都弄起来了？这样可以吃啊。中午就吃这个有机菜，放心，在我们家就有机菜。是啊。什么都有的吃。葱啊，有韭菜啊。啊。你这个搞的就不行，在我们这只能说喂鸡，哎、知道吧？来给他吃一半，然后这边还有。哦。你这人家都把这个搞得干干净净的，哎呀，这个在我们这只配喂鸡，知道吧？人吃的要比你这搞得好啊，拔了两分钟就拔那么久。对呀、啊，姐，你又买了什么东西？这刚刚那个快递送过来的啊？快递送过来的？不是你买的？不是，刚刚快递送过来的。我说你买的这啥东西？那个，椰子是泰国。中午就喝这个，我以为你专门跑去买了饮料呢。没有，这有加。这个好像上次喝过。这瓶给你喝。哇。快点。这我姐家小朋友。好喝，快点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喜不喜欢？啊？你喜欢。喜欢。今天中午就喝这个。不吃饭呢，喝这个椰子。上次在二哥家就喝这个好喝，然后那个兄弟、那个大哥就说你要喜欢喝就给我搞两瓶，我以为他说着玩呢，没想到他就这么慷慨啊，说好喝立马给搞。哇，宝藏啊，这个好像什么情况？又宝藏来了、啊、原来是这样。不是下面这个瓶子还挺有意思的。
掉下来了。他这个就是直接这样发过来的，没搞其他东西。那刚好，哎，今天我姐你来了，还没买饮料呢，就喝这个了啊。